Hello，Hello，hello。 嗨，嗨，我们等人进来哈。Hello，Melody，住在市里啊？嗨，Hello，Kenny，今天是我做第二个 live，Hi，I'm Kim Ling。今天是一个没有下雨的天气，所以很热。Hello，大家好。Hello，我们等人进来一下哈。吃饱了吗？已经凑到10点了哈，应该吃了哈。还没有吃就是宵夜了。Hello，大家好。今天呢是我第二个的 live，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个studio 是在槟城，DD studio 在巴彦德鲁贡那一边。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做的这个 live 我会介绍 Heat Dance 这个运动。Hi，OK，我现在带你们去看这间 studio 在槟城的。OK，Hi，Hello Stephanie。Hi，Eileen，Hello。So，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是 Bayer Derubong 新南发鸡饭对面。我每个星期一我都会在这里。So，他这边有很多那个gym 的 facility，他这边有做那个 personal training 的。Hi，你们好。So，你看这个照片是不是很美？哈哈。OK，啊，这个地方是在那个 Hello，阿关嗨，Lam T Hello，你们好，是在那个巴耶德鲁翁那一边。我是每个星期一我都会在这边教课的，所以现在我就在这边做 live。OK，吃饱了没啊？应该都吃饱了啊，好，那么吃了。Hello，OK，so，我今天呢，我会介绍 Heat Dance 这个运动。So，平时如果你在家有时间做运动，你们如果有 like 我的 Facebook 的话，你应该有看过我第一个的 live。So，我第一个的 live 是做关于运动的。So，我今天做的呢也是关于运动的，只是会介绍这个 Heat Dance 的运动是什么样的东西。Hi。Hello，陈千俊啊，哎，你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新进的朋友，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嗨，OK，所以我今天会介绍 Hit Dance 这个舞蹈。对呀，我也是教 Hit Dance 的。对。
So Kidan 这个舞蹈呢，它其实是有分四个 part 啦，我等一下我会示范给你们看，它是有分为四个 part。 第一个呢，那个拉筋是当然啦，然后过后呢，它就会第一个 part 是 cardio 有氧运动，让我们的身体热起来，然后你就可以流汗，流很多汗。嗨哦，冰城哦，嗨，我也是在冰城。Hello， 吴雄你好，不好意思啊，你要看我一直这样前面后面前面后面这样，因为我是有近视的，所以我看不到。张家顺，嗨，你在 KL 啊 ？Hello， 梅朗你好。所以你会看到我的脸一时大一时小的，因为我有近视，我看前一点我才看得到，然后戴眼镜我不方便运动啊。但是 OK 啦，我是还看得到的。那 OK， 我们讲回刚才那个 hit dance 哦，它是第一个 part 呢是有氧运动咯 ，cardio， 然后过后呢第二个 part 呢我是会做中训的训练，中训其实也是叫做力量训练啦，我做是比较 more on 力量训练，就是有拿一些 weight 的，对。嗨 ，Prissy Wong 来自怡宝啊 ，Hello Hello 你好。然后在接下来第三个 part 呢，我是有舞蹈的部分的，我是会跳舞，所以我会教我的学生们跳舞，他们非常喜欢这个 part 的，因为他学了过后，他又可以学整首歌，然后好像我们有去 event 啊表演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去，他们非常开心。嗨，不过人在国外工作啊，哦，商家是你在哪里工作呢？嗨，你那边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啊？你在国外？嗨，那第四个 part 呢，就是肚子 abs 的运动。那其实这个 hit dance 这个运动哈，我是 Hi Vincent 哥，你看到我吗？那hit dance 这个运动哈，我是算是我自己自创的啦，因为之前我有去转过很多运动，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运动的，那我就自己combine了。这整个小时的运动是很适合女生的，因为女生要什么啊，要瘦身嘛，对吗？然后又有线条啊，要 flat flat 的肚子啊，马甲线啊，翘臀啊，手臂美美，穿衣服美美，这样嘛，对吗？所以我就自己广播了这个 hit dance， 然后很幸运的有人也请我去教课，说话我觉得现在很多我的学生都很喜欢这个运动啊，他们说很有效果啊。因为我有些学生他们比较少运动了哈，他们来到他遇到说很不错，他们都可以 catch up 得到。Hello Regina， 嗨 ，Sabi， sorry 讲读，表演什么啊？吞剑啊？我是想学啦吞剑，我可以 try 看。Uptown Hello， 我这快你两个小时哦，这样你。就差不多要12点了哈。OK， 所以如果你们有喜欢我这个 live 的话，你可以 share， 或者是女生们，你希望你的朋友可以跟你一起做这个运动的话，要有班的话，你可以带你的朋友 ，back 你的朋友进来，然后给他看去，但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所以下次你去找他的时候，你不用解释到半死咯，他就明白是什么东西。Hello，Rex。你可以带你的朋友，然后跟他 sharing 这个运动啦。我等一下我会示范那个 hit dance 的部分给你们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hit dance 到底是什么东西咯。OK， 所以其实 Vincent 哥男生可以学嘛。我跟你说哈，刚才我带了我的哥哥过来这里，然后他就站在，因为我们女生嘛，前面嘛，他就站在后面那边跟着我一起跳咯，也是 OK 啊。他讲很好，很爽。OK， 男生也是可以学的。我这个其实不分男女啦，只是女生因为有时他们要做运动，我们女生顾虑会比较多嘛。哦，等一下我练了包会很大字啊，等一下又包怎样怎样啦，是不是？所以这个是 OK 的，我是专做给女生做了这个运动。OK， 然后其实我在这个白德鲁宫这个 studio 啊 ，DD studio 那个新南坝的对面啊，你们应该知道啊，新南坝。鸡饭很出名的，在槟城的这里，我们这边有 free 的那个 first round， 就是第一次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是在这边附近，或者是有经过这里的话，你可以过来这里和我一起学咯。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在
来这边跟着我一起学，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你可以过来这里，因为其实我在这里做 live 介绍这个 hip dance 哦，我是因为我很多朋友问我 hip dance 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跟他解释有四个 part 啦，这个其实他不大明白啦，他大概知道是什么，但是如果他有看到这个 video 这个 live 的话，他就比较容易的是去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咯。OK， 好，这样接下来我话不多说，我现在咧 Wendy Wah 喽。所以我现在接下来呢，我会做关于 hip dance 的动作。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哦，你可以在这里留下你的 message， 做一下，就做了过后我会回来看的。OK， 然后如果你真的喜欢我这个 live 的话，就 share 出去，然后带你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这个运动的话，带你的朋友一起分享给你的朋友看这个运动啦。OK， 现在我开始啦，等我一下，我去开音乐啦。那其实哈，我做 live 其实我现在做 live 是每个星期一跟星期四我都会做 live 的，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保留一下这个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的时间，大概也是在九点多的时间啦，九点多我就比较有空了过后，我就可以跟你们 sharing 一些运动的知识。你要睡觉了 ，OK 啦，晚安，拜拜。OK， 所以还没有睡觉的朋友啊，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动起来一下啦。OK， 来，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定先放松身体，呼吸。运动最重要的是放松你的身体，保持呼吸哈，你不要憋着气，然后没有呼吸哈。OK。你好。
谢谢你 Meredith。OK， 我现在呢把两个东西。
对，要努力哈。OK。好。看到吗？我又满身大汗啦。Hello。Meredith， 一套运动啊。一套运动的话呢，大概一套运动是指一个动作嘛。如果比如说刚才那个吃瓜的动作呢，初学者我是建议8到10下吧。如果觉得时间还能再做的话呢，你可以再加，没问题的，8到10下、12下都可以的。Hello， Celine， Hi， MC Man， 看到吗？我又开始在流汗啦。那天我朋友问我，你是无底漏水吗？今天没有下雨哦，说这个我是流汗的哈。我现在只是在做第二根板而已。所以我刚才做的squat就是腿部运动，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手部运动啦。OK， 手部运动呢我会拿一些中区。OK， 所以我拿，你就可以准备你的装标了。其实我平常是 exercise 哦，在家都可以做的，没问题的。看得到我吗？如果看不到我要跟我讲哈。Hello， 吴兄你好。我运动完了要睡觉啦。哇，那么但是也不早了啦哈。运动是好的，健康。OK， 现在我做的是手部运动哈。有很多女生朋友问我，你拿标标做手臂。不怕会很粗啊，我今天呢近2年了，偶尔懒惰的时候它就会变肥了，但是我的手是不会像男生练马术那样大只，没那么容易啊。OK， 他们男生你看他们练到那个绿肌的那个是很不简单的，他们是很勤劳然后很坚持才有那个效果，所以女生们不要怕，不会那么容易就变成那种。所以我把这些运动灌入我的片段里面，也是要让女生知道，锻炼我们有分很多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它的最简单的有氧运动，再接下来呢，这个力量训练就是有氧运动，或者是中区是会比较重一点啦，都不那么容易，它会变成了muscle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但是你不要一开始你就拿15kg在那边，这样如果你手大只的时候你不要来找我买。所以我教呢都是差不多1kg，如果你能就去到2kg。 OK 呀，我们要慢慢来的，你不能一次过拿一个20kg的拼命在做，这样会伤到自己，然后又锻炼不到你要的东西，很可笑。OK， 来第二个是好，看得到吗？你看好了手。女生要穿比基尼没有胸衣裤的就中国人，拜拜肉，肩膀的穴，手的穴，加油加油！再重复，每做一个运动都要 focus， 然后集中。偏侧，不要偏侧的意思就是，老师这样做那么高，他这个脚做一半，然后又从中间没有效。反正你都在做了，也希望有美的选的话，你就尽量的做到最完美。OK， that's good， 还有做一下手的，这个是手的，身体保持拉直，然后脚尊。
用力 drum 摇起来，站起来，拉拉的。OK， 呀，这是 drum chest 的，呀，保持。别偷懒啦，动作做给他玩啦。OK， 来，再接下来重感啦，出来。Release 好。来的，动作都不会很难的。
我又突然在失踪了一阵子，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啊，来有一点问题。对啊 ，Meredith 又断线了啊，哈哈，好可惜啊。你们有看到我跳舞吗？有看到我跳舞吗？有哦，不好意思啊，刚才断线啦。Hello， 婉容，好久不见。OK， 刚才的那个就是跳舞的吧？呀，摇啊 ，shake 啊，放松你的身体啊，啊，放开你的压力啊。OK， 如果喜欢我这个 live 的话，可以帮我 share 一下，然后可以 tag 你的朋友。OK， 好，刚才呢我就已经示范了三个的fitness 的部分。嗨，回来啦，嗨。So 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就是跳跳比较多，所以可以让你的身体热起来，然后你就接下来的动作呢，你就很容易你就会流汗，你就会爆汗了。那接下来的动作呢，就是力量训练。So 你可以 build 一下你的手臂线条啊，你的脚的线条啊，你的屁股的线条啊。Hello Jenny Chong， Hi Jenny Chong。然后在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刚才那个跳舞的部分啦。所以每次我上课呢，你不用担心，我不会一来就整首歌跳到完，然后你不知道在做，我不会的。我会先教你们那些动作，然后我都尽量不会把动作做得太难。所以你不管你有没有学过跳舞的，你都可以跟得到咯。然后我会不会太快的教，又可以让你很容易的学习的。好，再接下来呢就是肚子的动作，就是我们来练我们的 abs。 对，肚子我建议是一个星期做三次这样啦。 OK， so 如果有来上课的就跟着我上课一起做，然后如果那一天是没有上课的，你就在家自己做咯。 OK， so 我现在接下来我就做肚子的动作啦，我示范给你们看看。做的话，如果想要学的朋友可以学起来看。我都会分，看得到我吗？我都会分 upper 跟 lower 来做的话。OK， 来吸气 ，chest up， 腹肌上 ，squeeze 肩膀。这个也是一样的，加也是可以做。
朋友你们好，我今天呢介绍的是 Hit Dance 这个运动，一个小时里面做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人呢是在槟城，我在八月的罗梦这里 DD Studio， 我是每个星期一呢我都会在这里教课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跟我一起学习咯。然后它这个地方是在那个新南化的鸡饭的对面咯。嗨，你们好，刚进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介绍那个 Hit Dance， 它有四个部分，所以我现在做的呢是已经是最后一个部分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等一下我完了我会 save 下来，所以你可以去看回之前的咯。所以我这边我是有分四个 part， 一个呢是有氧运动，第二个呢是力量训练，就是会拿一些装备，然后做一些术啊，然后做手臂，第三个是跳舞的部分，第四个呢就是现在我做的肚子的 F。 所以我刚才只是这样做一阵子，我现在我的肚子就有紧紧的感觉了。那如果要平坦腹部的朋友们呢，努力一点做啊，肚子都是做了一个星期一天它就会扁了的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啊。 OK， 然后现在刚刚我做是 upper lower 跟两个一起摆平的，现在我做最后一个就是要 hold 着 squeeze 着。OK， 所以你每当你要做肚子的话，你记得要做一个 upper 一个 lower， 然后两个一起的，一个 bicycle 也好，然后再接下来你要做一个 hold 着的。OK， squeeze 你可以选择这个最简单的 hold， 很多人都会的，就是这种来哦。OK， 来来，来，记得那个屁股不要太高，不要太低，拿起来拉平就好，然后保持着，然后海边的东西肚子一定要收满。朋友 ，Hello Jackie， 刚开始的朋友后一个30秒先，然后尽量做两到三层 ，OK， 你才会知道那个感觉，那个效果在那边 ，OK， 来等我一下 ，OK， so 今天呢，我分享 Hit Dance 的四个部分 ，Hit Dance 是什么东西？就分享到七七八八啦。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过来这个 DD Studio 这里，它这边我会在这里每个星期一有开课做Hit Dance 这个运动，然后它这里呢也是有 personal trainer 的，它就是有做重量训练的 ，OK， 男生女生都有，然后还有做 group class training， 就是不会一对一，一对一也有团体的也有，所以你不用怕寂寞，你可以带你朋友一起来。So, Hit Dance 也是一样，你可以带你朋友一起来 join。然后我这里呢 ，Hit Dance， 就是你们看啦，就有得到一点比较 special 的 offer， 就是我现在在槟城这个 studio， 介绍说你们看 live 的朋友，你 share 我的这个 live， 然后你可以来这里得到 first try 的 video。然后喜欢我这个 video 就记得帮我 share， 然后记得 add 我啊 ，add 我，然后你要。什么 information 你可以给我知道咯。 OK， so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每逢星期一和四呢我都会做 live 的。这个星期四我做什么 live 呢？我会做肚皮舞的 live。 So 有兴趣看我跳肚皮舞的朋友，你可以进来看哦，因为我会介绍肚皮舞，然后我会做一些肚皮舞的动作，过后呢我会穿 full costume，然后表演肚皮舞一首歌啦，表演一首歌给你们看。如果有兴趣这个舞蹈的话呢，有没有兴趣你都可以进来看，然后就可以带你朋友一起看，可以认识一下什么是肚皮舞。因为有些很多在外面的肚皮舞常常讲有什么跟什么，其实不会的，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OK， so 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 add 我啦。今天谢谢你们的观看哈，
好，就到此为止啦，谢谢你们，拜，谢谢你，Stephen，拜拜。